姐，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什么呀？叫你回来干什么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赶紧找个人嫁了吧。姐，我才多大呀？我刚过完24岁的生日。再说我现在也没有遇到合适的。都20岁了还多大？你看那邻居20岁那孩子都抱上了。姐，你这次风景老是想了，那么小还那么早要孩子，真是的。反正我不想结婚那么早。咱父母走得早，从小都是我照顾你，为了供你上学我把这房子都买了，现在这还是租房子住，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呢？姐，那你总得也给我点时间吧，我现在连男朋友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结婚呀？没有男朋友，我看咱们村那个西蒙就挺好的。姐，你开玩笑吧，西蒙他是个瘸子。瘸子怎么了啊？他为人他是能干憨厚老实的。姐，我不介意瘸子，而且他家里还有钱。姐，你看上人家的钱了是不是？姐，你怎么能忍心把你的妹妹嫁给一个瘸子呢？反正我不嫁。我就是看上他家的钱了。姐，你就不能为姐想想啊？姐为了照顾你到现在就没嫁人。姐，那你也不能牺牲你妹妹的幸福成全你自己吧？难道你想让姐一辈子都嫁不出去，一辈子租房子住吗？行，姐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嫁给他行了吧？我不欠你的，你把我养这么大，供我念书，还把房子给卖了，之前确实是我欠你的，但是从我嫁给他以后，从这以后咱们就没有关系了，行了吧？这回你满意了吧？妍妍，妍妍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你嫁给我觉得委屈，我也不想强迫你什么，这个是离婚协议书，你拿着。我只是想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对你的，但是如果你还是不喜欢我的话，那你就在这个协议书上签个字儿。那这样，你去卧室里边睡，我在沙发上睡，行吧？那我先去睡觉了。怎么在这儿睡了？哎，妍妍，我是不是吵到你了？没有。萌子，你以后不要再在沙发上睡了，沙发上不舒服。我不在沙发上睡，我也没地方去呀。你去咱们的床上睡吧。哎呀，那不行，我去床上睡。那你上哪儿啊？我和你一起啊。傻瓜，赶紧的。现在这天气都这么凉了，你快把这个被子盖上吧。那
我去给你倒杯水喝吧。不用、啊。没事没事。来，老婆，喝杯。身体不太好，你来看看我呗。身体不好？我记得当时我说咱们没有关系了吧？现在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我想见你最后一面。什么？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吓唬我。我不想让你一直记恨我，你来一趟吧。行，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姐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月月，姐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在姐走之前，姐一定要跟你说清楚。姐不想让你记恨我一辈子。其实西蒙这个人挺好的，等姐走了以后，你们俩好好过日子啊。姐，你这说的什么傻话？什么叫你日子不长了？你日子还长着呢。姐，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咱们去医院看。没用了，医生说了，就这几天了。姐，西蒙。哎，姐。以后燕燕就麻烦你照顾了。你放心吧，姐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我和燕燕，父母走得早。我们俩相依为命，一直都是我宠着他，惯着他。他的脾气不好，有些事儿啊，你多让着他点儿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姐。姐，你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咱们去医院治好他。姐，我不想失去你啊。不要花那冤枉钱了，姐。我是想有事请你帮个忙。借点钱。
借钱啊，钱不是燕姐管吗？你应该找燕姐借啊。就是因为你燕姐管钱，我才没有钱用啊。你要是有什么正当理由，燕姐能不借给你吗？你要是去玩牌，我可不借给你。你这说什么呢？我这玩的也不大，花的也不多。你就说，你借不借吧？你每个月都输好几千，把工资全输完了，还去找亲戚朋友借。我可没钱借了。我知道，你那有钱。快，把钱给我！你干啥？哎呀，我！哎哎，干什么？哎！大勇，你这次对慧慧做了什么？老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赌了，我错了，老婆。